么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真相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周围。啊，真的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是无，相在面前；你说它有，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。啊，速度之快，我们没不法不能赶错。啊，一秒钟，2240兆。那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一秒钟多少画面？100个，100个画面。啊，我们现实的是2240兆，不能比。啊，老式的电影，你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。这是老式电影里面的片子，啊，也就是叫幻灯片，在放映机里面放映，打在荧幕上，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？24次。24次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，我认为好像很逼真啊。当年最初的电视，黑白的电视，一秒钟等于这个50张，现在彩色的数码电视100张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！说它是假的，它真有些像，这像什么累积起来的啊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有感觉到有，那是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多少张过去了？320兆。我们有没有概念？没有概念，还是太快了。啊，一秒钟能弹7次，就是晨起，那就是刚才所说的2240兆。这是诸法实相。啊，所以有得不到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妄相得不到，真的呢？真的也得不到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所以非无，有无都得不到。啊，自性没有物质，没有念头，没有精神也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。得不到啊！妄相，阿赖耶变出来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六道轮回也得不到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。所出现的幻象，你怎么能把它当真的？通通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是谁？大乘经上讲，八地菩萨。啊，七地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，自己没有看到。我们现在是听经上讲的，佛说的，听科学家报告的。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啊，科学家看到是用仪器
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现在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。啊，那距离佛说的还得要加一倍，才能把佛所说的捕捉到了。能不能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啊，我估计20-30年之后，这个仪器更进步了，可以找到2240兆分之一秒。啊，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承认佛经是高等科学。科学家费这么多时间，费这么多精力，把四时经想找出来了，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出来了，讲的比他的报告还清楚。所以佛法不但是哲学，它是科学。对佛法有利益了，佛法讲的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